陈俊，遇见你真好，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，带给我幸福。等一下，可世间的美好转瞬即逝，被凌言发现怎么办？可是越危险就越刺激。我对你这么好，我把一切都给你，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你发疯！我今天突然醒过来，发现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要林言想起来那天的事，咱俩不都完蛋了吗？今天开始，我不想再听到林言任何的消息。你放开他！马成俊、温丽丽，我受的苦要你们十倍奉还。可以帮你夺回灵石。你之前怎么帮爸爸，现在就要怎么帮我。所以你的意思是也想让我24小时贴上你？我才是女仆，他只是个保镖而已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正式追求你。但我认为我们应该保持最纯粹的雇佣关系。我不纯粹吗？还是说你不纯粹吗？